家好，今天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先贴眼膜还是先擦水乳。眼膜能补充水分，消除眼部疲劳，快速减低浮肿及黑眼圈现象。水乳具有美白保湿、滋润肌肤的作用，眼部皮肤非常的柔嫩细薄，通常仅为面部皮肤厚度的几分之一。眼膜中的成分呢，正好应眼部皮肤所需。水乳营养成分过高或者是质地太厚重的话，会影响眼膜的吸收，所以建议大家先贴眼膜再擦水乳。